请帮忙按个赞呢。先前有民众很不满蔡政府怎么去进口了过期的坏掉的鸡蛋呢，结果跑到行政院门口丢了几颗鸡蛋来抗议，马上被依照社违法来送办。陈其民众表示说，我是替人民发声，但还是被法院判罚3000块钱。但我们看到过去太阳花不是攻占立法院、攻占行政院，还爆发流血冲突吗？结果呢，民进党一上台之后马上就撤告，所以啦，民进党的侧翼攻占了行政院，打警察也都完全没事，可老百姓才丢了几颗鸡蛋就一定要被罚钱了吗？立文，所以民进党就是一个毫无民主法治素养的一个政党，这个法律怎么可以因为颜色而转弯？那法律的适用也因为你是不是支持民进党而有天壤之别，这就是做了最坏的示范。你怎么可能相信民进党会司法改革呢？他只是要把司法变成绿的，只是要把司法只是跟蔡英文效忠，只是要把司法变成民进党个人的玩物。所以如果你敢抛坏掉的蛋让民进党蒙羞，马上8个小时就把你叫到案，还恐吓要把你给起诉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占领了行政院，还把人家东西偷吃拿走砸坏，哎，可是因为卖洋花，所以让民进党选举旗开得胜。